我是苏里虎门，一个全职妈妈。有一个懂事听话的孩子。不玩了不玩了，快上去，快快快快，玩什么玩？在我小时候，上学条件不是很好，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免学杂费的，而且还有生活补助。现在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家长们对孩子的教育呢也很看重。现在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是西部支援过来的，这样呢孩子可以接受更多的、更好的、更多元化的教育。晒时间也很小，现在比以前好多了。我们这边开了很大的一个晒时场，里面的东西也很多，就是离我们稍微远一点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交通也很方便。我更愿意坐公交车去大菜市场，而且结账也很快，扫一扫就可以了。